以后每个礼拜我们要开一次家庭会议，知道吧？我呢，作为一家之主，我呢，一家之主。不是你笑什么？来来来，你先来，你先把你这个礼拜先总结一下来。我这个礼拜学习都很正常呀，作业也按时完成了呀。不对呀，你上次不还跟你们班女同学打架了吗？对呀，你前天晚上不还尿床了吗？你没说呢。这要说吗？对呀，那我们开会就得说细致一点吗？行。赫斯，到你了。我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我这个星期都很正常。嗯，好。那你呢？我这个礼拜家务活我都干的都挺好的呀，什么就发了工资了，我昨天也全交给你妈了呀。那不对呀，那你还在床底下放了100块钱呢，你咋不说呢？藏100块钱干什么了？我50块钱我交话费了。是这样吗？是。然后剩下的钱我打酱油了。哎呦妈呀！最近呢，你妈比较忙啊，家里呢她也顾不过来。我听说你妈要选一个二当家啊！爸，恭喜你，你要当二当家了。好。不对呀、你没听我妈说吗？这选举不是直接让她当，我们家里每个人都有机会当二当家。我爸是吗？是。行啊你，现在就开始给我争谁当家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过来来。爸，你不能打他。现在是选举的关键时候，你要是打他，我妈知道你怎么办呀？我还没等选举呢，你就开始下黑手了。你关键是还给你几次机会了，关键是你也保不住啊。再说了，领导好了就领导，领导不好，把整个家都给领导了。你有什么用？行，好，你给我等着啊，公平竞争是吧？爸，我永远支持你。嗯。不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、爸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是甲鱼蛋。甲鱼蛋啊，也就是王八下的蛋。哦，知道吧？你给奶奶他们分分。这怎么分呢？四个人，三个王八蛋。怎么的，嫌自己长得不好看？嗯，两个字，真丑。那四个字呢？四个字，惨不忍睹，奇丑无比。哪有那么形容自己的，就算要形容自己要委婉一点，知道不？不能那么直接。委婉一点。嗯，长得像你，长得像你。哎呦我的妈。不是，你是挂档，你按雨刷干嘛呀？你看你呀、哎呀，爸，你别管我妈了，我妈开这个可是有口诀的。有什么口诀啊？起步三点头，拐弯猛加油，小坑不用管，大坑一闭眼，倒车全靠听，不想不用停。下车。